起来，大家早安。好。怎么今天早上那么没有活力？是不是还没有吃早餐？你吃过了吗？吃过了，怎么那么没有活力？我要先送一点见面礼给谢谢你们在那边等我的朋友，可不可以靠我近一点？我想要给眼睛都不太好，我们都是听声辨位的，眼睛太爱玩手机了，眼睛都有点夜障重。我们都是听声辨位的，哪边声音大，我们礼物就是声控的，直接丢下去。那今天的通关密语是什么呢？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宝洁国际的机车品牌是来自于哪个国家吗？意大利。对，意大利没错。但是我怕你们意大利文太老舍了，不好念，所以我很贴心的说，你们今天的通。感谢您的观看，请参与我们的赞助计划并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掌握最新影片动态。所有影片版权所有禁止上传中国网站。Thanks for watching. Please participate in our sponsorship program and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. All video copyrights reserved. Uploading PRC websites is prohibited.